你做什么事情都很艰苦的。你这个猴子爬在山上，两个手啊抓住那个上面，但是两个脚啊腾空啊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很累，而且你想做的事情你后面没有后援，没有着落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天庭亮出来的人运气都很好，把额头遮住的人都倒霉了，傻得不得了啊！你看看现在的小孩子，真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前面全部遮起来，就留个眼睛出来，晚上出来你看吓人不吓人？听得懂不啦？我知道。好好的改变自己了。这个两个猴，这个猴子，两个手抓住山上，而且两个腿都是腾空的，所以你真的很辛苦啊，也很可怜的。那我应该怎么样？你现在马上要改变自己的话，首先你必须每天要念大悲咒，增加你自己的能量，因为你现在阴气太重，听得懂吗？阴气太重，所以你必须念大悲咒，增加自己的阳刚之气，明白吗？还有心经。心经要念21遍，开点智慧吧。而且你这个人很容易被人家骗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被人家骗2次了，大哥。对，黄金。台长厉害不厉害？你看台长跑到江南啊，坐几十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念经，让你们改变你们自己的命啊！真的，谢谢大哥。听得懂吗？
实在你不行的话，你找个朋友能说会道的让他去。行，听得懂吗？台长已经教你了。如果台长能够在澳大利亚，在那个加拿大以后长久居留的话，我帮你去讲。我告诉你，我用不着讲的，我一念一道，什么都解决。你相信不相信？那你麻烦你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就麻烦你。好了，那个自己教你，现在开始为了这个房子卖掉，你每天念准提神咒49遍，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准提神咒这个咒是心想事成的经，所以很短的，每天念49遍，可以让你很多事情能够做成功的，好吧？每天念49遍准提神咒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没问题的。那我还想，不好意思，问一个小孩的，是07年属猪的，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灵性？07年属猪的是吧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有灵性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停的动。对。你要注意啦。你要每天给他念心经啊，听得懂吗？每天给他念心经。念多少？心经每天至少给他念20遍，而且给他多喝水，这孩子缺水。缺水。听得懂吗？多喝水，在小孩子的床底下放一盆水。啊。床底下放盆水。啊。小孩子很缺水，家里的右手进来的地方最好给他弄盆水，或者弄个小鱼缸。好吧，我告诉你啊，右手是风水位，是有财运。如果这个地方有个小鱼缸的话，你家里的财运也有点改变。右边手，不是我，是我的亲戚。啊，那也一样，你就是把头发刮剪剪，刮两天去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其他没有什么问题。其他你自己的腰要当心一点，对，腰、颈巴很容易痛。颈椎和腰都不好，明白吗？其他没什么问题。